各位青年朋友，大家好！向大家推荐一个很有趣又有意义的活动，叫做"放大视野，想象未来"。如果你想要改变世界，想要为永续发展做出贡献，那么机会来了。"放大视野，想象未来"是由慈济基金会主办，教育部暨职司 Impact Hub 台北社会影响力制造所等单位所共同协办的有奖竞赛。其中，青年公益实践计划以联合国的17项永续发展目标为基础，综整出弱势偏远地区儿童教育等10个不同的计划主题，正在进行征件。总奖金呢有1000万新台币，报名从12月2号到明年的1月25号截止。欢迎所有18到35岁的青年朋友踊跃参与。详细的计划说明，欢迎上网搜寻"放大视野，想象未来"。